人将王子假面骑士第七关，幽灵的第七。哪个？你要不要打那个啊？也是只有周末才有的，打打看。对啊，刚才那个啊，慢慢看啦，你不要那么胆小吧。多一点尝试啊。都不敢尝试。先来啦，一星哦。强一点的卡片。它是在上面的哎。在这，看一下。它在上面的。好，今天拿这一张。耶。看不懂。爸比。他说右下有。要这个吗？能力。好，等一下。在右边我看，在右边我看，只有两个是。活动举行中，打打看好了。超骑士大战，打打看啊。试试看。哦哟，他加一个超。激烈图腾。如果三个都按到一样的，就是无限的。对啊。哦，动物大突进七十版任务。哇，一线连城有什么东西？动物它贴纸版任务。哦，它有新任务哎。这次挑战的对手是呢？哦，七关。两星还好吧，来吧，赢得对战就获得贴纸，这有点也是那个变身吧。你剩下卡片先收进去。回去再看那个。怀德泰，我们是这一张比较强，看有没有比较强。对啊，他是他们有说可以造可以组合啦，等我们会组合再弄啊。还有抓到吗？好 ，OK， 好。看随便你啊。看那个手。新的。我们在第几场？第二场吗？拿走可可去试试。可以看到特别攻击哦。一个咒。我们没有攻哎。你要等打到啊。啊，多一点让我打到攻卡。因为我还是看不太懂怎样卡片算强啊。他还要卡片还要组合才会强，所以我们目前就先用这几只破吧，可以偶尔换一两只。哎呦，新的呢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不是那个月牙天冲。这不是那个吗？新的招式哎、欸，是我们的吗？怎么会有新打血？慢点按哦。OK。
啊？必杀器右边那只，最右边那只五二。你看它最右边那只，最右边那只，最右边那只五哎。你看它五吗？攻击五哎。爆裂攻击，哇！平板掉到天空，换新平板。哦。哦。变身变主题了。技巧槽增加了。好。懂一张卡片发出爆裂啊！轻一点哦，轻一点，加油！爆炸！冲破啦！力量超力量全身了，你要用哪一个？这个。OK。我随便乱选的。我也看不懂。我看不懂。哇，燃烧了！哦，他把踢到天空去，飞上去。哎呦！这样应该提醒他。做棒五 ，T 棒五。谁？再下去攻击。双重。哇！这一滴。有谁？是你还是你？选另外一个。我还想什么？好。这个叫什么？开心的叫。都算你像那个秋行虫大二，先把甲放了。你给。秋行虫大二。真的呢。是啊是啊，它是那个啊，秋行虫的夹子啊。秋行虫的夹子要夹它，没错啊。我夹爆。嗯。哦，这就是夹就这么强哦。二七三。这夹子有这么强吗？打倒对手。那我们收集到一张贴纸了啊？没有啊，把打赢就有贴纸。哦，送我？没有送啊，它是里面的关卡。发动爆裂攻击 S 级。真的了不起，继续必杀技。蓝色的是必杀器，还要加一个防护啊？不用防护啦，绿、红色再加一个，我们让它到四百好了。哎，没有到四百啊，十级了。哎，等下加什么？我们斩旗越来越强，一胜，胜利的奖励人物数据提升。等一下，我们有什么奖励呢？经验值上升。这个不用钱，我有了。哦，左下角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这打过这个好不好？我觉得蛮好玩的，这个。真的、哦。爆裂能力加500。500？一样吗？一样的、啊，是一样的。那不一样好不好？不要，为什么不一样？就我们的、啊，攻击力加500。不是我们的。对啊。那我要。好。是我刚刚用那个。对啊。哦、那我要，我解放。OK。好。太晚了。OK， 谢谢你游玩了。